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，落实特区政府的限制责任，支持港澳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